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等一下要出发去现场了。迪奥男装的风格，我觉得是街头艺术，还有摩登。穿出自己的态度吧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自己穿开心，然后你觉得是你自己就对了。我今天其实穿的是明年的春夏的新款，色彩上其实是很大胆的，然后也有我很喜欢的扎染的元素，包括有一些印花，还有花卉，还有一些刺绣的元素。因为每一次男装大秀都会和一位新的艺术家合作，所以今年也很期待。我很爱做，但是好像都不太符合大家的胃口。休息、按摩、听音乐吧。好了，我出发了。